华为 Mate 30系列国行正式官宣，双快充加990，续航能力强的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时刻为大家带来最新科技资讯的小编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华为 Mate 30系列国行正式官宣，双快充加990，续航能力强。就在昨天，国行版本的华为上线，一上线就遭到看哄抢。在华为 Mate 30系列还没有上市的时候，就有消息称这款手机是华为旗下一款具有代表性的手机，因为它见证了 5G 网络从发展到落实的每一步。虽然 5G 版本还未正式推出，不过是在等待 5G 网络搭建完成，说明这款手机已经有眉目了。